市政总咨询，时间50分钟。谢谢主席。咱今仔日咱的台湾主席咱的李退书咱的秘书长咱的大家长咱的市长罗市长咱的秘书长带领咱遮市府的遮一级主管咱地会同仁新闻记者媒体咱遮电视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来下一张。这是阮的家里吼，公园大道，甲这个文化路一个街区啊啦吼。阮要来肯定市长啦吼，伊倾听民意啦吼，务实解决阮地方二十年来所留落来的这个问题啦吼。这什么是阮地方的大代志？一只要来感谢咱的市府团队啦吼。这六年来甲本色。大家共同努力啦吼！咱的街区已经小平房啦吼，已经终于来顺利来拆除啊啦吼。不过咱来拆除了后吼，本社有发现一个问题啦吼，就是咱这个50米的这个宽的这个路面啦吼，咱市府啦吼，并无偏这个无声，要来做这个后边改善啦吼，因为咱这个街区拆了，这个空地吼。这个看不见的交通动向吼，有危险性啦吼，所以本社有积极啦吼，积极会同咱的相关单位吼，来做会勘啦吼，即马目前因要做的工课就是讲暂时吼，要来画一个黄色的网状线，都叫黄状杆，黄状的这个，黄状的杆，状杆这黄。要来做这个分隔的这个车道尔啦吼，所以本社吼就是说吼无安全嘛，无美观啦吼，本社认为吼，咱这个所在吼应该吼上盖实际的，就是哎呀，那个公园大道吼一个往北延伸啦吼，这个小工程吼是有急迫性加这个需要性啦吼，我直接看是咱干部局长，还是咱的市长吼。你要来做回答这条经费，外久要来搞，要来完成了吼。感谢蔡书议员吼，这个拆角的部分吼，这个用地已经取得吼。拆角这个三角的部分哦，阮是有经费，大概伫这个月吼，阮就去让它完成。咱的经费来源呢？你的经费真少啦，所以阮就当用阮的统筹性。已经提案180万了啊。你讲有委托公所提案180万。哦，那是延伸的部分咯。对。延伸的部分。咱延伸这个部分就是危险性，该当积极处理。那好，无这个部分吼，阮用过这个统筹性的经费吼，交这拆解工程做伙来处理。因为你若无啊，这经费先你啊拨下来啊做改善吼，有可能吼，咱的拆除啊会比拆除前了危险啊，这都无意义啊吼，你挺有意思啦吼。好，请坐。来说一句，市长，你无要讲一个咱公园大道安尼，咱即咱努力的过程吼。好，多谢蔡淑君议员吼，我真欢喜，咱公园大道已经畅通了。不过这个我们不敢鞠躬啦吼，拢感谢蔡淑君议员第一遍第一个提出质询，持续关心，同时有哪个组合沟通了吼，所以今天你才会当畅通。我真欢喜。你头拄啊所要求的后续的工作，头拄啊苏局长已经甲你报告，吼，台南市政府会来处理。好，这条道路不只是会当开通，还会当安全。谢谢市长吼，因市长你着受重视，当接近来完成了吼。说落去吼，咱这是西港的利川南道上一张，西港的利川南道了吼。咱第一期甲第二期拢已经来完成啊。若要感谢咱的市长吼，咱的第三期吼，嘛核准咱的经费啊吼，有这个950万的经费啦吼。未来咱若完成了后吼，咱这个利川南道就是要交串联咱的中央公园啦吼。所以这是咱西港一个上盖美的公园，嘛是以后成为咱西港一个新亮点、新地标啦。因咱西港随着这个公园做了对地方的建设、对地方的这个一挂人口数的这个日入，拢有一个帮忙啦吼。所以下一张。本社伫迄个103年有来接顺啦吼。咱的龙山宫的南平啦吼。
到今年这个鱼港，啊，到这个三十一线啦吼，有一块土地啦吼，啊，本社有建议吼，建议讲要来开片吼，做这七股公园啦吼，啊，当然那咱嘛受到市府这重视啦吼，大家嘛加积极啦吼，这个是国有财产属的地啦吼，国有财产属的地。即马大家已经吼，咱的手家嘛，即间已经来做一个保养的手续，已经完成啊啦吼。啊，下一张。啊，这工完成了后吼，工完成了后吼，咱有可能会当结合咱地方的即个观光文化，加即个宗教文化啦吼。啊，不过咱即马咧进行即个四部规划时阵啦吼，四部规划时，咱全部的预算要2400万啦吼。2400万，不过咱的起物是核准2000万啦吼，啊，尚缺这个400万啦吼，啊，这400万我直接吼要来拜托咱的市长啦吼，啊，咱的市长是这个市长你既然吼，你既然伫这个龙山的聚落吼，咱伫龙山的聚落你嘛已经投入这个治水的工程吼，4800万啦吼，啊，咱既然这个投入这4800万，要咱的聚落这个地区，落下迄落好，落下这个工，落下完整性啦吼。俺先啊，咱来拜托市长先，这400万会当来啊补助啦吼。因为感谢蔡所长议员吼，因为这个所在有除了有你提出质询要求建设做公园以外，那么另外有哪有一挂民主运动的前辈啊，咧肯定黄兆东主席吼，所以因希望伫伊的故乡应该有一个纪念性的建设啊。啊，所以咱甲两行结合做伙，吼、哦、啊，所以伫黄兆啊，因为你提起的这个所在，拄拄好是黄兆东先生伊所生出生成长的地，所以咱甲建设一个黄兆东纪念公园。啊，你即下讲的这个400万吼、哦，我会请这个相关的局处来看卖，因为咱预算哩编列吼，拢有一定的预算啦。啊，实在是无希望讲吼，啊，设计到一半。啊，就来要求，因为你本身你来投标的时阵，就是要有这个照这个规定，伫2000万，还是伫偌济这个金额内底完成这个建设啦。啊，因为我有甲听过伊的干部，哦啊，所以包括干部局过去的局长，即摆我副市长，我有甲建议，吼、哦，包括伊用的器材，事实上伫迄个所在，吼、哦，可能海风啦，吼、哦，落雨不一定适合，所以有要求伊调整。所以大概都会啦，吼，都会就真正讲，原来你规划设计的时候无想到，所以必须要追加预算。啊，若无咱台南市政府即摆咧推动建设，拢希望照原来规划去推动。市长，因为吼七股你嘛知影，拢是热，寒足寒。啊，咱这400万，我知影内容是要做一挂植栽草皮的伊个遮阳棚啦，吼，啊，咧一挂椅啊啦，吼。咱如果没有追加预算遐做吼，有可能咱这個公园吼，有可能伤热嘛，无人要去啦吼。所以吼，来你讲者了解这400万的重要性啊吼。因为那这个用途吼，我会请干部局啊，甲主计处家来过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尽量啦吼，因为这個重要性吼，你了解一下啊。好，请坐。谢谢。啊，好事啦吼，好事咱这個公园吼。事实我嘛讲啊，讲要带动地方的观光的这個经济啦。事实咱这讲，咱内底吼，咧四部规划内底有得一个200平的空间啦吼。啊，当然咱这200平，咱唔是讲一定进得来，咱后续咱是下半年度啊，咱会当来啊偏五省来做一个纪念性的展示馆啦吼。啊，是讲吼，啊，这個、展示馆当好看，啊，买当去关入路啦吼，啊，加了一条人行步道啦吼，啊，会当来骗预算啦、啊，做整体规划开吼，这是后面的预算啦吼，啊，起掉你评估也可行性。是，迄、那个可能我若爱予伊啊建设好了哦，因为你即摆讲的这200平是后续嘛吼，咱先甲第一期这个所在完成了后，后续第二期咱再来规划，安尼好不好？好，看实际需要，咱再来规划。好啦，我来提醒市长啦吼，这较重要，这吼叫你爱积极啦吼，你的任内吼，任内务必吼，务必尽量来实行啦吼。好，谢谢。多谢。啊，咱瑞进步吼，用建树啦吼。用咱的七股的盐埕叫咱们溪口吼，啊，这块土地吼。
伊全部有6698公顷啦吼。伊要划入湿地时阵吼，并无通知咱当地渔民、里长、民意代表啦。那嘛无吼，伫当地开即个说明会啦吼。啊，到底即个审查程序敢有正当性啦吼？以咱地方的渔民拢食恐慌嘛，食即个嘛拢质疑啦。到底咱为着湿地这个湿地对渔民的生活啊，对咱的渔民这个生活交伊的权利有损害无啦？未来敢有影真正这块湿地围落去，咱地方会阻碍到伊的发展啦吼？啊，了咱即卖嘛有一个7个工业区啦，已经环评过啊啦吼。啊，了咱的台南大学预定地吼，无完成的这个所在，到底伊对咱这个地区的这个影响有偌大？请市长你来做一个说明一下。哦，迄、那个感谢蔡秋英议员吼，伊即摆是安尼啦吼，即摆当然湿地法通过了后，中央政府伊有一连串的这个工课爱做吼，但是咱必须要去讲清楚几项代志。第一就是讲，伊这个湿地吼，那90%吼，98%、99%，诶，这个湿地的范围，伫民国96年的时阵都已经划定啊。哦，伊是用其他的这个法律的管理尔。啊，即摆咱的渔民、当地民众，伊吼对差不多1%至2%的这个土地有无同款的意见？这也是讲因担心划定了后，因的生活顾虑吼有这个恐慌。因这宝贵，因这意见其实台南市政府拢顺管道已经向顶管反映起来吼。所以就是讲，民众的意见，市政府真重视，啊，有一定会甲中央政府去做反映，啊，互因了解地方到底意见是啥。但是一寡事实咱袂当吼刻意哦，制造出无事实的代志，也互渔民恐慌啦。第一项就是讲，迄个范围，我头甲你报过，将近差不多90%、90%几的范围，甲民国90年就划定啊。啊，第二呢，现主席渔民洪开罚单，不是因为湿地的问题，是因为国家公园法。哦，第三呢，就是讲你湿地即便呐吼，为了法律以后通过，即摆已经被实施啊嘛吼、哦。你原来所从事的工课，原来拢要当从事啊。伊会当分核心区，哦，也是讲一般的保护区，无同款的等级。所以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争取的建设。台61线哦，到闸门溪口要跨曾文溪大桥，要跨曾文溪过来来接2等7号，这个桥的兴建未受影响啦。另外你讲的这个啊，那个台南大学那个校地，这个也不会有影响哦。咱原来渔民伫这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上的这个湿地上面，你掠鱼啊，你啥物话，你只要原来有在做，这个不会有影响。哦，所以我感觉讲这爱讲哦清楚哈、哦。那另外就是讲，因为伊即摆吼，整个范围当然嘛是爱来地方举办这个公听会，来听取民众的意见。但真可惜啊，伫台江国家公园哦，咱伫举办的时阵，带队去抗议啊，也无要甲人讲啊，啊你嘛无要表达互听啊，啊就带队去抗议，根本就拢无法度通完成，敢若像讲。安尼是啥物意思？我嘛看无啊！你还佫带人来台南市政府抗议，我感觉这嘛真过分呢。这是中央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内政部即摆当你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你议员会当质询嘛？也是你会当甲陈情书提台南市政府嘛？啊，开带队来台南市政府抗议，我感觉这真过分呢，对无？做个议员。哦，卖用这款的方式，啊，结果吼、哦，甲散布一些错误的讯息，让渔民人心惶惶。我感觉这不应该啦，吼、哦，这款的行为，坦白讲，我非常袂当接受啊。哦，即啊，我嘛希望讲吼、哦，咱大家好好讨论吼，比方议员你也提出质询，渔民伊到底顾虑啥？啊，我做市长，当然我有责任，甲市民的意，甲咱渔民的意见。甲中央反映，啊，若真正吼，咱渔民顾虑会到，中央考虑无够的，当然即我会甲争取啊。啊，但是毋是用抗争的咩啊？人要来办公听会，
买房办带队去抗议，互人袂当进行，啊，再来讲人无举办，啊，唔去中央抗议，来市政府抗议，我感觉这真正莫名其妙咧。哦，所以我希望讲这款的代志吼，适可而止。咱若做民意代表，真正要帮忙地方，要帮忙居民，提供正确的消息给居民，我感觉这较重要。哎，谢谢，请坐。市长，渔民总是盲点的啦吼，啊，就对地方的起哄啦吼，啊，当然啊，市长对这个定数啊，对这个地方的影响，才能了解清楚啦吼。我是感觉讲，咱的相关单位像农业局啊，是公所，那么至少吼，那么至少会当伫地方来做说明啦吼，啊，也透过一挂管道吼，啊，因为你伫这個网络吼，网络资讯熟悉。增加渔民拢是老人啦，你给伊网络看一寡资讯，伊是唔知啦吼。啊，咱伫如果透过一寡管道去做说明，我相信吼，啊，咱这个渔民乡亲伊会更加吼了解这个了解吼这个过程，啊，这湿地危险性啊，这个湿地诶未来功能好甲歹啦吼。是感谢议员吼，就是讲到底这个湿地吼反对吼，至少顶工即阵反对的议员。伊咧讲希望会当像欧美迄款的大楼、观光饭店，吼，希望讲七股会当发展。但是伊所提出来相片，伊到底有去了解无？迄原来是海滩还是湿地啦？是沙滩，伊也是湿地，唔是讲靠海的，所有拢湿地呢？你爱去了解。第二啦，好啦，就算讲未来所有的湿地都盖成高楼大厦了。真的对渔民就比较好吗？这些渔民是伫个国有财产局土地上，你抓鱼，你抓金啊，你抓虾啊，抓各种的这个龙，这个渔产嘛。今天若准讲真正安尼起来，这些渔民敢真正都有法度通生活吗？哦，所以我讲咱大家理性讨论。哦，这湿地96年的时候都话啊，迄个时候我还是做市长啊，讲一句较歹势，迄个时阵伊还搁咧做议员呢。你做议员的时阵通过，迄个时阵无要抗争，你即摆再来伫抗争，到底为啥目的？无必要嘛。我想大家目睭吼，大家拢金金，大家拢知影讲，伊这目的是要啥？我挑战，我邀请民政局局长去嘉义甲伊选呢。我对嘉义乡亲有信心啦。无法通坚持理想投票走票的人，用任何的政治手段，希望讲伫下一边的选举会当得到利益，这无可能成功啦。台湾的民主走到这来啊，无可能讲用这款的手段，也当达到伊的目的。哦，我伫这我就讲较清楚的。但吼，你嘛讲啊足清楚的啊吼，我相信该听我就听有啦吼，有这个民主的决定啦吼。哎，刷落去。啊，咱这个七个盐田湿地啦，伊原来计划吼，伊的法律是为3696公顷啦吼。啊，咱今年吼。啊，这个湿地的这个范围啊，咱的盐滩地哦，要纳入一个800几公顷啊，全部4400几公顷啦吼。啊，无本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要求讲，咱这盐滩地啦吼，应该卖啊为做湿地啦。伊盐滩地有真侪好的功能嘛吼，因为咱这个盐滩地吼，伫迄个所在已经荒废20几栋啊啦吼。荒废20几栋啊，拢无遐利用嘛，无遐活化，足可惜嘛吼。啊，咱即马政府咧推动即个绿能嘛吼，咱嘛感觉即个湿地哦，咱即个湿地无啊划掉，咱的盐滩地啊，咱是毋是当啊做一个养殖专区啦吼？因即养殖专区过去啊，本身嘛一直有咧即个关心啦吼，因为七个属实养殖业是挖海咧生活的啦吼。咱呐养殖专区无啊多，咱嘛会当一个绿能专区啦吼。啊，上歹的拍算，咱嘛会当啊，即个国有财产属的地，因即大部分拢是国有财产属的地嘛，咱会当来哦，咱的渔民来租用嘛吼，啊，租用会当还有即个饲鱼啊，还继续咧生活，就是七个即块海林吼，伊的鱼啊生态拢无污染的吼，大家较远的游客嘛，想要来咱的七个食食的海产就对啦吼。啊，市长，你的见解咧，是毋是建请中央吼，啊会当啊，即个讯息吼，安转得去啦。是，多谢咱蔡淑君议员吼，你这個意见吼，比如讲专区渔业专区，渔民才有可能受益啦。哦，因为这个土地，咱台南市这个土地是属于咱台南市市民的。有的当然拥有所有权，有的人是有使用权，有的人有参与权。
所以伊这土地虽然是国有财产局的，但是渔民住伫个遮，伊靠掠鱼生活。你做议员，我做市长，咱拢爱甲关心，爱甲照顾，才有机会继续伫个这所在生存落去。所以无论是你头头讲的，讲吼养殖专区，还是要做太阳能，还是进前后顶在议员讲的要做太阳能专区，这个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啊，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啊，这个这嘛是属于市政府义不容辞的工课。哦，所以我第一家真欢喜，你讲啊要用迄个营业专区，我会请公务迄个农业局，哦，啊，详细佮你佮讨论，看怎么样来进行。那我们会去争取。因为首先吼，咱做一面代表介绍，伫地方发现啥物物件，咱会当建言的，会当很清楚的，啊，咱就尽量来啊努力就对了吼。是。这是咱的一七三线空龙段吼，甲应该段吼，啊，已经扩宽完成啊啦，这种是市长的政绩啦吼。啊，咱即摆要通车吼，视野宽阔，真正吼有够舒服的啦吼。啊，咱的这个乡亲嘛足欢喜啦，讲吼市长吼啊开这条钱，啊来扩宽这一七三线，属实有迄个价值性啊，大家拢爱学落来发展啦吼。啊，下一张。咱这南三十八线啦吼，啊，南三十八线吼，啊，咱本身嘛有来接顺啦吼，啊，市长有一个口号啦吼，咱的防疫登革热口号讲拍拼为地方啦吼，啊，本身嘛要招市长来拍拼为地方啦吼，来开阔咱这个南三十八线啦吼，啊，咱这个南三十八线吼，啊，一直咧关心，一直咧争取啦吼。啊，事实这个南三十八线，咱政治处市长有讲嘛吼，咱要交台江国家公路分家人这个管理处吼，来做一个三分的分摊啦吼。啊，我相信这个结论市长嘛，咱知影啦吼。这个结论就是因无同意啦吼，因无同意来分摊这个经费啦吼。啊，咱这个宏观处吼，事实啦吼。我感觉伊是浪费国家资源啦吼，浪费国家资源啦吼，该建设无要来建设啦。伊甘愿去开钱去做一个这个教堂啦吼，甘愿去做要做一个啥物啥物啥物高跟鞋啦吼。啊，你也看拢浪费伫遐啦。啊，三十八线啦，遮尔济渔民啦、渔民啦咧生活啦，大概人车争道啦，跋落水沟的嘛真济人发生这个生命安全啦吼。而且市长你嘛有去车出遐远的观光的时阵吼，你嘛有体验到这个踏车的这个滋味啊啦。啊，这既然是观光的这个要点，这个、观光的要点，你既然要伫地方开发观光，你就是爱这个交通先做好啊。唔过你也看分家啦，毛义务来替咱斗做啊，结果伊无啊。所以阮地方有一句口号，就是讲厝顶无落台啦，阮七股无未来啦吼。恁大家拢阿讲会讲讲这条有这個必要想要扩宽，有必要想要扩宽，结果咱无在调方去争取经交因分摊开，所以咱市长咱是毋是咱无要紧时空背景无同啊？咱是毋是会当来继续咧中央争取来啊拍拼啦吼？因为郑处长吼，伊伫咱帮忙去的水晶教堂，其实对咱台南市的观光其实是有帮忙啦。哦，啊，因为伊是国家风景处嘛。所以最主要是发展观光啦，吼，所以包括去嘉义去做这个高跟鞋教堂，这个我们都尊重啦，吼，因为伊的业务范围，我们不便啊这个评论，吼，啊，但是我会找他再讲，啊，这个南三十八线的拓宽，那属于讲因应该负担的部分，啊，我再搁找伊讲一下呢。白白拢是地方建设啦，啊，为什么渔民才这个讲？94年，咱的台江路为台江范围为离分家啦，风景区的范围，甲进因限制相关法令，就是遐济。结果咱地方所要需求，伊无要咱建设啦吼。这属实嘛，地方的这个一寡这个咱的百姓嘛，阮感受到啦。不管恁咧质疑这个湿地啦吼，同款类似这个同款类似的情形啦吼。
对，那咱这这个就是咱的家里的游泳池啦哈。啊，本册进前吼，有咧建议就对了哈。游泳池，咱的游泳池从84年啦吼，兴建到102年啦嘿，伊所开的经费啦吼，就是7944万啦。安好市吼，咧开一个1300万去做一个整修啦吼。结果这个游泳池整修了吼，伊讲若要营业啦吼，若要营业吼，伊每一单的成本吼，爱740万啦吼。啊，740万想要做的时阵，结果伊安怎呢？伊机电房啊吼，咧违建的啦，讲这个安检嘛无过啦，嘛无使用执照啦吼。你看，咱开一条钱啦吼，要从1万啦吼，10000的文资管啦吼，你也看10000的文资管。啊，本身嘛，一直咧关心讲，既然一只闲置的空间，咱要安怎活化再利用啦吼？啊，这活化再利用，当然，咱这只咱嘛要来问咱的教育局长啊，教育局长，你看你的这个进度咧，有咧进行无？是，甲迄个议员报告吼，因为议员对这案嘛真关心嘛吼，所以从去年开始呢，阮就是参迄个嘉义区公所吼，拢有来研究这个案吼。啊，即马目前咧，咱是要以这里民休闲活动中心吼，这个方向来进行吼。啊，阮即马嘛咧签经费，可以来规划设计吼，看内底迄个游泳池的部分吼，看要安那处理。啊，伊原来有一挂迄个水疗池啊、SPA 迄部分。吼，阮是希望讲会用该保留落来，吼，因为安尼下摆咧，伫咧功能上吼，会用较多元来使用啦，嘿，家己做报告。恁家朝规划的方向是内底有啥物项目？里面呢也有一些，比方说可以打羽球、打桌球，哈，然后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运动器材，哈，可以来运动。那甚至呢也会留一些空间，哈，就是讲现在公所补出来是一挂空间，会用做一挂活动室，哎。吼，譬如讲，咱啊囡仔也是讲，咱遐个附近的居民吼，要办一挂活动，嘛会使底下有一挂空间呢，他来迄个使用安尼。你安那想无一个遐管理的规划呢？吼，有，这是有公所伊拢有，大家拢会使入去啊。伊就是变作一个迄个开放式的吼，然后因为这个也是由公所那边在管理啦，吼，所以即马伊嘛是即马咱的先期规划费会先互因去做完整的规划空间呐，啊，个使用的目的啊，吼，接下来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安尼。那他如果空间不够，啊，你大家社团大家即个有即运动的人口拢要入去里面做处理。这部分呢，阮会来迄、那个，就是讲无可能讲，逐项运动拢会用伫遐。譬如讲，话要伫遐拍篮球，迄可能就无多啊，吼、哦。所以嘛是有一个几个项目的这个规范，哈、哦，然后在那边来使用这样。因为社区太侪太侪迄个运动的这个社团呐、啊，是侪太久研究就足侪足侪啊。嗯嗯。啊，您如果现在没有把这个需求的对象吼、哦，来规划出来，恁未来作乱呢？是，好，这阮会注意，就是讲，伊主要毋是讲要给社团来运用，而是要给一般的民众吼、哦，会用来运动啊，嘿，家己做按报告。局长，我是咧建议讲吼、哦，咱这个需求对象应该吼、哦，建议吼、哦，咱的运动人口较侪人吼、哦，是，和优先吼、哦，优先纳入啦吼、哦。好，像最近嘛怎样啊？咱家里的桌球啦吼、哦，运动吼、哦，已经达到1500人啊，1500几非常蓬勃。啊，一直咧增加嘛，唔管是家里。都七个都交西干嘛事啊？吼！是是。啊，所以因即卖目前啦吼，所有的运动的即个项目设施吼，都啊敢那即个足球吼，是。无很较好即个场所，你啊看伊想要运动无场所啦吼。啊，你啊看一寡人想要运动无场所啦吼。啊，所以咱即个足球，咱即个足球，咱既然咱即个游泳池要规划，咱要达到即个活化的目的啦吼。是。那么希望局长吼，你爱特别啦，特别记的啦吼，好，特别记爱提醒啦吼。是，咱优先啦，这个桌球吼纳入这个咱们游泳池内底规范内底啦。是，了解。好，谢谢。哦，你蛮高兴哦，大家拢侪要入去选，啊，你该爱入去，你无进驻啊，无入去，你要进驻哈。对，我们当然是。哦，这未来咱这失去咱的这个游泳池这个功能啊。是，我知，我这阮会搁甲公所一边的密切来合作。嘿，谢谢议员。啊，这是咱的老厝大牌吼，就是咱的七股溪啦吼。
伊是咱的嘉义西港七股吼，啊，一个重要的排水系统啦吼。啊，当然本色啊，为着这个地方治水，甲市长同款的共识啦吼，认真要来，甲咱的秘书长要来啊，这个治水做好啦吼。啊，咱这个当年吼，咱嘛一直咧积水嘛吼，咱嘛有已经有争取经费，啊来整治这个老厝段啦吼，啊来庆安段，来中排二这个改善荷花啦吼。啊，毋过吼，咱这个顶游吼，咱这顶游有这个工业废水啦吼，有这个家庭用水啦，毛这个畜牧水啦吼。啊，长期啦吼，长期污染着这条水沟的臭味啦吼，啊，咱的百姓舒心吼。嘛，真痛苦了，对啦嘛，真正属实讲，啊一条这个排水这大条，啊要啊整治较好吼，啊嘛属实有些困难点嘛，啊属实咱的啊咱的秘书长吼，咱即卖咱的李秘书长哦，嘛一直有咧关心这件代志，对嘛有咧关心啦吼，所以吼本身一只有一个建议，就是讲，咱既然这个老厝大排要啊做整治吼，咱应该朝三个方向啦吼。咱是会当先来即个改善伊个废水料的时阵，啊，改善废水料是咱即个荷花嘛爱来改善啦吼。上盖好就是咱爱来做一个来兴建一个来净水厂啦吼。安尼我看吼，咱即个是咱爱来分长短中长吼，啊来做一个规划啊，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啦吼。啊，咱问咱的啊，咱即个水利局吼，啊，咱水利局咱进前是咱的。秘书长咧出来，无咱的水利局长，你将要衔接啊吼，要衔接咱的秘书长伊这个位吼，咱相信你嘛真专业嘛吼。你对这个未来，咱这老厝大排整治吼，你有啥物啊？有啥物应用啦吼？有啥物应用的办法？感谢蔡书议员对七股溪老厝排水吼整个的水质的关心啦吼。我这部分我先做一个报告，其实咱。就早的已经开始针对这个溪到底要安怎来水质的净化吼，已经有一挂啊调查参初步这个规划都已经出来，所以咱目前吼就是到明年啊，差不多明年初到明年中吼，阮就会当取得啊南保一个公司吼，伊有一个都市计划变更有关一块地吼0.4公顷出来，所以阮的。预计底加起一个差不多一天处理量4000吨的水质净化厂，这部分吼，咱目前已经有这个计划啊，会配合吼啊，秘书长进杯啊，可能会带咱去啊到啊中央这边来拜访吼，希望讲环保署会当补助这条啊建设经费吼，阮就是初步的今年的会当开始进行迄个细部设计啦吼，那是每年用地取得。咱就会当赶紧来啊，后续的水质净化的工程就会当来进行。安尼，咱这个水质净化厂处理了，咱就会当甲西港吼目前市区遮的民生污水，吼规个拢截流，到遐去处理了，佮放出来，安尼放出来拢清气的水，安尼整个迄个七股溪吼老厝排水遮的水质就会当有一个足大的改善。啊，目前咱的土地取得敢摕着同意书啊，咱的经费敢到位啊？咱土地取得是透过，就是讲，伊都市计划吼，要小可要扩大，要扩大时阵，伊爱捐一块地出来，咱捐一块地，就用这块地来做这个水质净化厂。不是土地，是南保的，由南保提供土地同意书，唔是啦，是按都市计划的时阵，啊，都市计划委料的时阵，你来拨出来的啦，哈。对。哦，我想南保咱地方应该爱加减回馈啦。不是土地，不是南保提供的啦，哈。捐的。哦，好，谢谢。啊，请坐。啊，咱的环保局吼，啊，咱针对这个诶，有要定有吼，咱这个畜牧业啦，吼，畜牧业啊，这污染嘛，吼。是。你有啥物对策会当来啊辅导人家畜牧业啊？是啊，感谢咱蔡书议员的关心。事实上，我们有甲因的迄个整治委员会拢定定固定啦吼，咱的迄个卫理事长遐拢固定，甲水利局拢有咧固定开会。事实上，咱的流出大排上游吼，上游其实畜牧业唔是占足大宗的一个百分比，伊的最大的百分比是生活污水，差不多伫个70%吼，啊，伊的畜牧业废水差不多伫个15%。
其他确实一寡工场，所以咱头啊，咱水利局彭局长讲，如果在南保那一块有做一个净化厂，我相信它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功能。这个先跟蔡淑议员做一个报告。那另外，当然畜牧业我们都有定期的在做这个环保局是在做稽查，但是我们事先都会请农业局啊先去做一个辅导改善。目前流错大牌上面大概有不到二十家的畜牧场，它的开机率都还不错，每次去看都有在开机哈，它的污水处理厂都有在开机。那到一月到五月为止，大概也只告发了一家啊。换句话说，它平常是有在正常的，不过因为畜牧场确实它的污水的标准是比一般工厂要来的高哦，它的专业上化学吸氧量它到600才超过标准，所以当然对这么小的水沟，当然会有一些就是您讲的会有一些味道。所以这个溯本尊根源就是说，如果这个净化厂能够做好，有很好的生活污水跟它做清水的这种比例的兑换，我相信流错大牌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可以有很有改善的一天。这个跟议员做汇报。局长，你既然讲寺庙的无济，不过迄条排水吼，属实呢，我捌亲身去看过呢，真正是足乌呢。嘛，啊，足乌是有可能底泥是乌的啦。咱真正较水起来，像阮常常咧采用嘛吼，有时啊水较起来其实是真清啦，啊是因为迄底泥，啊因为前间水利局有一边讲要清底泥的时候，在地迄个整治委员会他们不建议清底泥啦。因为底泥清起来又滑下去，底泥清起来又滑下去，所以现在目前还是以先朝向于就是说生活污水的60-70%的这一块，能够用净化的一个功能，把它做成清水进来，整个会改观。那再加上边坡如果整治的话，那将会是一条非常有很有愿景的一条溪流。哎，这样跟议员报告。局长，既然是畜牧业污染无大吼，咱一寡不明的工业废水，到底恁有去稽查伊的源头无啊？有，他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不好讲。听讲拢查袂到呢。会啦，我甲议员保证。啊来，恁稽查哪搞讲？人家检举我们就是要来呢。恁的伙伴咧就是安尼，人家检举我们就要来。我们一定是，如果确定，我们现在是科学办案啦哈。我们不是说只有人去才能逮到了，我们有时候会放一些仪器在现场做一个定期的监测。那另外当然我们会先确认几家了，然后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案。这个我如果容许我再跟找时间再跟议员报告，他的上游有几家是我们已经有在就是西港还有那个地区的一些工厂，我们都有在注意这个。工作也。你想，这个流出排水吼，一定要整治的，势必啦。啊，恁的全责，恁的责任嘛，真大啦吼。是。真正是看到拢乌的啦吼。是。啊，既然你讲畜牧业无济，唔过吼，咱的环保局啊，最近不是推动一个那个废水变黄金吗？恁搞咧做宣导，搞咧继续推动。废水变黄，回水啦哈，肥水变黄金啦。啊，这个是农业局继续在推动。而且我们走全国最第一名的这个工作，这个农业局一直在推动得很顺利，目前越来越好。就是我们那个养猪废水，把它弄到农地去做工业玉米，还有做那个牧草。那现在全国都很多工厂都会，很多政府都来到我们台南来观摩。我们当年也是很辛苦的在协调双方，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5-6个案例都成功了。那这个就让业者，只要让业者感受到他有得到利益，他就会慢慢的推动得很成功。那这个当然要一步一步推嘛，哈，这个因为要两造双方都愿意，然后政府来做中间的平台。那这一块农业局也做得非常的很努力了，哎。畜牧业属性哦，伊嘛讲真的该修改嘛，修改拢差不多啊啦。啊，所以咱嘛希望你用这个辅导吼，替代这个处罚啦吼。这个回水变黄金，你若推动有成哦，咱不但当讲因会当哎呀变肥料，啊，你免开发，啊，你当保护环境，这是三赢的局面嘛吼。当然，对。所以你爱去积极的这个政策啊，推动哦，成因。咱环保局在咱的六都内底吼，拢是正政绩，拢是常常第一名啦吼。
啊，恁啦，真个的，既然是咱就是爱来拍拼来做啦吼。有啦，因为真个畜牧业讲真个，该收起来无，剩啊无几个，该收拢收了啊，就是拢个恁环保局逼了要收起来，恁知吼？是是。市长，你教我来看啊。迄、那个啊，市啊，我市长最后一个了。七个大七个迄个排水黑吼，市政府计划咧推动啊。好啊，达都啊，李局长已经甲你报告啊。啊，咱咧一件一件咧来处理。好、哦。市长，咱全家咧阿里都咧赶时间吼，因咱恭喜哦，咱的仁德的水资源回收中心吼已经启用啊，然后啊，市长吼，达咱的这个资源回收中心吼。啊，内底吼，这个好休闲呐、啊，哎，当骑自行车到了吼，啊，去到咱的博物馆呐、啊，奇美博物馆呐、啊、吼，啊，咱的乡亲吼看到了吼，虽然呀啊，我迄个议员讲吼，讲，哎呦啊，议员，咱的仁德水资源回收中心吼，啊，拢做好啊吼，啊，咱是不是咱家里吼，咱家里这周边的排水改善嘛，开四千几万嘛，拢做好啊啦吼。啊，恁这块土地伫九十四年的时阵嘛，已经征收完毕啊啦吼，嘛嘛征收完啊。啊，顶一处就顺哦，咱的秘书长吼、哦、有阿讲啦，讲104年，咱得要来作业啦。啊，今年该105年啊，时间过啊呢。啊，拢欢喜讲哦，啊，到一当时排到阮啦吼，因阮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做好的时阵吼、哦，阮赶快啦，我买当骑脚踏车。啊，统一到即马要做好诶，即个黄昭堂纪念馆啦吼，啊，所以咱希望即个启程吼，啊，咱诶即个看市长啊、局长来做一个啊简单的说明即个。要去玩吼，其实咱台南市即马已经变作一个直辖市，啊，所以呢，雾水下水道虽然看袂到，但是这对都市来讲真重要。除了讲吼，会当提供予市民有一个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外，啊，嘛会当吼，予咱的河川不再污染，吼，啊，水较清气，吼，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工作。所以，县市合并了后，咱过去四年，啊，完成的迄个接管率，吼，按11%啦，县市合并前是走11%，啊，咱去年差不多23%，吼，差不多增加一倍。啊，他拄仔你讲的这个家里的资源回收中心，是因为咱有提出申请，啊，但是因为营建署吼，啊，因的经费嘛有限制，所以伊甲咱排伫算讲，伫咱台南市内底吼，伊无法通排伫头前，哦，伊大概伊的经费予咱，啊，大概因为伊考虑到人口的问题，伊希望讲哦做的时阵就会当马上发挥效果，哦，啊，所以。咱有提出申请啊，吼，啊，这会来做啊，但是时间可能无法度人啊排较头前，大概是安尼。感谢市长吼，啊，本身吼所建议的市长，咱市府团队嘛拢加拍拼吼，啊，熟悉伫咱的溪北啊地区嘛做真侪真侪建设，尤其治水工程嘛拢看到伊个成果啊啦吼，啊，直接感谢市长嘛，感谢咱市委一级主管啦吼，啊，咱啊加无认真出所求金，感谢大家，谢谢。好。啊是，那就今嘛阿德到家哦 ，OK 好，那时间吼、哦、要去啊，一天就八点了。你要继续跟问我。好了，不用了，不用市长诶，赶行程安尼得啊，感谢大家，谢谢。好，多谢多谢，感谢。好，谢谢，我们非常感谢赖市长，我们市府李秘书长还有各局处首长跟主管的列席，也接受这个我们本会同仁的质询哦。那感谢新闻媒体的各位先进、各位小姐先生的这个采访跟报道，还有本会各位同仁的这个出席跟质询。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谢谢各位。